你能正常的坐一点吗？规矩一点。哎，好了，你有没有看你昨天的视频花絮？没看。现在看一下。不看。快点。哎。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这位周先生的观后感。哎呦，点错了。哎。快看百变小瑞的魔术卡。开始看了吗？快点。我看到我咽口水了。我当时为什么要一直舔嘴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太紧张了吧。猴哥说我是变态。我看我自己算变态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不用重复观看了，谢谢。这位男士，冷静一点。笑容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